嗨，红叔今天又上传视频了。上周红叔上传了第一个视频，没有什么人观看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红叔有思想准备，红叔还在学习阶段，没有什么经验，但是红叔一定会再接再厉，越挫越勇的。红叔今天买到了新鲜的小牛骨头，熬制满满的一大锅汤，还亲手压制了一些面条，既喝汤又吃面，既吸骨髓又吃肉，那满足感一定要分享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也喜欢。锅开了，大家都看明白了吗？有什么不明白？欢迎评论留言。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营养的吃法。今天的牛骨汤，红叔做的是四人份的，用电磁炉小火慢慢熬制了2个小时。一般煲汤像红叔这样煲至汤浓肉烂就可以了，具体该多长时间可以自由控制。盐一定要等汤煲好了再放入，事先放入会破坏汤内的蛋白质。煲汤过程中千万不要加入冷水，否则肉会反生的。和面时水的多少决定了面的软硬程度。喜欢筋道一点的，您就少放一些水；喜欢软一些的，就多放一些水。愿意给红叔多一些鼓励的，就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最好订阅我的频道哟。好了，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